面上您看到的，这是在4月27号当天韩粉同乐会现场的盛况。那么韩国瑜意外现身，见到呢，即使自己如果没有出现呢，那么韩粉依旧是非常自动、自发、积极的团结，让他很感动。那么同乐会结束之后，在隔天深夜，韩国瑜随即在脸书发表感性文章哦，表示目睹国旗海和众人的声嘶力竭，让他非常的澎湃震撼。他知道呢，这数万韩粉自发前来，是对政治和政客的厌弃。他表示呢，他听到也看到了，但希望大家稍安勿躁，给他一点时间去衡量，也盼大家相信呢，无论他做出任何的决定，都希望大家看到他不计个人得失，力求重返执政的政党。那么一字一句呢，都看得出韩国瑜真的有被支持者给感动到。这番感性的发文，也让韩粉似乎又燃起了希望。